所谓的这个纷纷扰扰，可能是我自己没把自己教育好，就还得谢谢人家来点醒我说，你什么年纪了还讲那些话？可是我又忍不住想那些想讲那些屁话，不觉得我如果不讲那些屁话，就表示我老了吗？台北市社会局已经发给我一个信件，叫我去领那个什么卡，老人卡。不要再讲了。哦，好。65岁陈生不服老，爱讲屁话，忏悔 Me Too 事件完下秒后悔。身哥身体一定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吧？但你看你跳那个安之飞跳完像蛮喘的。串啊，给 Game 串啊，就是要来冒汗的、啊。这种歌都是要拿来练体力的。歌手陈升为了迈向第30年的跨年演唱会，摆动65岁的老骨头，全力彩排，希望大家共享盛举他的 party。过的时候就会空空这样。我今年拿到那个老人的那个，我虽然很不喜欢这两个字，但是台北市社会局已经发给我一个信件，叫我去领那个什么卡，老人卡。不要再讲了。哦，好。这个信我到现在还没打开，因为我就不喜欢这两个字。嗯，其实我们这个 party 是大家都知道的嘛，地点也没变过，时间也没变过，所以那个电梯门 M 永远都是刷脸进来。对对对，熟人都知道的，怎么拐个弯就来了。之前生哥也跟新龙关系蛮好的嘛，会想说约他要不要今年也来看一下这个 party。 对啊，你帮我约啊，我也好久没看到他，因为有时候会发个简讯给我，然后我都好吧，他还好。你问他还是你问我？我问你。我不知道，我还要问你，你怎么可以先反问我？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八卦，叫他来玩嘛。其实很多人以前都会来啦，但是可能都怕我抹黑他们，之后就慢慢就一个一个不见了。有答应萧炎中说还要唱20年呢、啊，结果他自己都懒得呼吸，怎么办？所以还有剩19年，生命死去两次，一个就是咽气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是全然的被人遗忘的时候。那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想念他。所谓的这个纷纷扰扰，可能是我自己没有把自己教育好，就还得谢谢人家来点醒我说，你什么年纪了还讲那些话？就是说我怎么都这个年纪了还在讲那种20-30岁的那种屁话，就显得很蛮不得体的人，就是谢谢人家来提醒我，感觉是这样的。可是我又忍不住想那些想讲那些屁话，不觉得我如果不讲那些屁话，就表示我老了吗？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，跟一个普通的 party， 跟一个普通的朋友，跟一个普通的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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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凑在一起。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一生，好哲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江南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魏渊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新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忠祥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朋友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！